啊，三者对决，哇，不得了，不得了了！哦，这个游戏真的是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欸，很可爱，赶快来玩啊！吞食18颗的苹果，那魔法很简单。OK， 这样就可以加速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我刚才不能选择哎，哦。那我们就发动道具，下面那个是加速，对不对？你们在加速的时候，另外一个手指头要控制的拉弦哦。好，这边要教学啊。我们可以开始对玩家了。啊！哎呦，有腊肠狗哎！好，这就更可教学。可是很麻烦呢，另外一只手还要这样。哦，他死掉变大热狗了。为什么还有猪猪版呢？新手教学还真长哎、欸！屁呀！你又知道是他赢的，偏心。为什么头撞头是他赢啊？这个是想不透的地方。不公平啊！好，这是基础的攻略教学，那你就可以开始去挑玩家了，会永远好玩哦。这款游戏出苹果版的，出苹果版的。哎，超猛的大作，一样也可以绑定吧？对，而且绑定。啊，这样全图鉴啊，真的要尖叫了哦！这款游戏很猛，苹果版有了。我真的是 Oh my God！